原标题《汪峰大女儿小苹果》，晒照引争议，网友14岁女孩未免太成熟。1月12日，汪峰和前妻葛慧洁的女儿小苹果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美照，网友直呼太成熟，表示完全看不出来是个14岁的女孩子。照片中的小苹果唇色鲜艳，配上亮晶晶的眼影，眼线拉得很长，双眼都佩戴着带花纹的美瞳，一头秀发随意披散，一只手托腮，表情高冷还俏皮的向镜头吐舌，看起来还是有些孩子气，漂亮的像是个小网红。有网友表示不能接受，提出质疑，小苹果如此打扮是不是太成熟了，吐舌的动作也不太合适，小苹果才14岁，不应该是个孩子的模样吗？要知道还在上学的小苹果在很多网友心中还是那个素面朝天的乖巧模样。也有位护小苹果的网友认为，小女孩爱美很正常，现在的女孩都爱打扮，只要家里有条件无可置否，更何况娱乐圈里很多明星的子女都很早熟，比如天后王菲和李亚鹏的女儿李嫣也是小小年纪对美妆研究很深，打扮的也很成熟。不少网友认为家庭环境也有一部分原因，毕竟时尚对于明星来说也是很重要，小孩子就是照样学样。其实不仅仅是明星子女，